大家好啊，有个最新的新闻，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，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，宣布自己哈新冠病毒呈阳性啊，中标了。他表示自己在单独隔离之中啊，那就是说，哎呀，看来是要单独隔离了，而且继续通过视频会议啊，领导政府抗击新冠病毒。哎呀，英国首相苟且了啊！哎呀，我刚开始看这个新闻，我以为是英国政府又玩什么无为而治啊，全民免疫。这约翰逊是要吓唬大家吗？是不是？没想到英国首相真中标了啊！看来这是真的啊。那这个我的观点啊，其实就很简单了。英国的疫情非常严重了，已经。英国疫情已经就像我之前说了，其实早在大家重视之前呢，这个病毒早就在英国了，早就已经在欧洲大陆了，在北美大陆，现在只是把它发现出来了啊。那么英国疫情非常严重，首先在英国的留学生没有回国的啊，我建议你们，你现在看到所有英国人都当成啊病毒携带者。保护好你自己，这样为你自己的安全啊，能准备好吃的，尽量不要出屋啊。英国现在非常困难了啊，其实也是为了英国好，你不出去也是为了英国好，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好，宅在家里就行了啊。那么英国首相这回苟且了以后啊，又印证了我之前说的啊，G20 峰会英国首相也参与了。那么有可能啊，英国首相昨天就已经啊通知了所有 G20 所有成员的那些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，我得病了，所以马上嘛，中国凌晨你看嘛就把什么外国人拒之门外了。你想，英国首相这好像是现在全球来说真正的领导人，国家领导人，发达国家领导人里边第一个确诊的吧？这是第一个了，那你说这个新闻多重大呀？那你就说，就是西方社会这个病毒是传染成什么样子？那基本上你想，这个有钱的保护这么严密，首相啊，首相怎么保护？防毒、防核生化啊，然后里三层外三层的保镖，就这种保护他都已经被感染了，他就这种保护他首相都被感染，你说普通老百姓呢？所以中国要把什么？要把外国人先禁止入境，就是说外国疫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，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了。只是现在有些啊老百姓没有钱去检测，或者是没有检测出来，好像他哎确诊人数就这些，实际你可以把这个确诊人数扩大多少倍了，已经可以。这就是说明昨天我判断是对的啊，就是国外的疫情啊。没有达到高峰呢啊，未来可能 G20 那些领导人，你想啊，核生化保护啊，各种保护还得病呢，那你说其他的呢？肯定还有增加的啊，而且这只是领导人，下边呢大臣，下边的普通老百姓、商人、富豪、老百姓，然后流浪汉，美国流浪汉，我估计那得病率更高。所以我说了，中国还没啊，哎，不是那个西方啊，还没有到这个顶点。所以中国必须啊提早预防，所以就把这个切断了，把这个进入中国的通道切断了。哎呀，英国呢，我也不想说其他的啊，还是希望英国人民早日康复啊，早日摆脱这个病毒。那么英国人呢，之前讲的全民免疫啊，那看来这个约翰逊是看来是。他幸亏没有啊，全民免疫。这个如果全民免疫的话，你想想，那约翰逊包括女王，哎呀，皇室全得病，全在隔离。我的妈呀，我难以想象啊，那英国将会成什么样子？这个英国非常奇葩。那么现在约翰逊被隔离了以后，也就不能诗和远方了。所以有时候我想也是，那个英国老说自己注重，我们就是注重我们的这个民主啊，
不能没有自由。所以约翰逊第一个证实了。啊，苟且没有自由也能领导这个国家，是不是也能为人民服务嘛？所以呀、啊，你看我之前我跟他说的全当真了，全成真了。就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啊。哎呀，老天爷好像故意跟这些人作对啊，把很多事实你看看，全都变成真的了，用事实来教育那些大 V 啊、公知，教育教育他们。有时候说那些话看着挺有意思，但是不值得推敲。一推敲，拿事实一检验，全都完蛋，就是个话好听而已啊。所以这也就是没多少人怎么说呢，把他们当回事儿的原因。如果英国疫情啊，未来怎么说呢，控制的不是很好啊，我觉得英国，你想他已经脱欧了啊，欧盟是不会再帮助他的。他本来想找其他国家重新签这个贸易协议，但是现在看来呀，其他国家现在是自顾不暇啊。那么英国后续啊，经济会一泻千里。首先啊，有英镑的这些人，记住了，英镑很可能大额贬值了。如果疫情控制不住，那你手里有英镑的，提早准备啊，提早准备。英国的经济并不那么乐观啊，现在看，因为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在疫情当中，把国门封锁了，现在是国门封锁住啊。英国一个岛啊，跟欧洲大陆、欧洲有早就脱欧了嘛，人家跟他也没什么联系，那英国很可能就是说，哎呀，离家出走那个孤儿啊，原来这个家你也回不去，想去别人家呢，别人家也把门锁上了，只能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游荡，就是英国。太小了，啊，它并不是大不列颠，啊，当年的那个大英帝国了，所以英国人呢，可能要吃苦日子了啊。后续再看吧，啊，英国情况我觉得不太乐观啊。中国肯定要帮帮英国啊，因为中国也是不希望英国太恶化，有能力还是帮一下。英国和一些其他的这个海洋民族还是有区别的，他毕竟他也想要干点事儿，不像那些狗腿的海洋民族。还有文明是不是？他就干就跟着一起干是不是？打你闹你行，反正我穷啊，光脚不怕穿鞋的。英国是绅士，他穿上鞋，他想搞点啥，所以呢，他都是哎两头手鼠两端，他两头都想吃，这样他不会干那些特别绝的事儿啊。所以跟你啊，该友好友好，该奖励奖励啊，也不会。说是特别的，跟那些海洋文明一样，哎，像加拿大呀、澳大利亚，直接明目张胆拆你台。英国还不会啊，但是呢，也不能把英国看得好像太，好像就是哎自己人啦，或者是跟他友好，也不能这样。英国啊，英国人我可知道，英国人只对自己好啊，因为那句名言嘛啊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。所以英国就大概讲到这儿吧，啊，约希望约翰逊首相早日康复，我觉得吃点这个感冒药也就好了，莲花清瘟是吧？但是你的传染性还是要的啊，所以未来这个首相会不会戴口罩出来也不一定，估计过一阵儿可能就轻症，也就出院了啊，出院完了，身体检测阴性，他也就可以正常活动了。但是英国可能这个病毒啊，已经在英国社会整体性流传了啊，在英国的华人加小心。